菜蛋花汤，加上盐，加上味精，好，然后给这样煮的紫菜汤，里边一共有9835根紫菜，多一根少一根都行，那紫菜必须加这个量，好嘞，然后这边加上一点葱花，紫菜从紫变绿，这就证明恢复了生前的状态，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，好，紫菜，然后勾个芡，这就称为人参紫菜汤，这紫菜都是绿的，你看，都一定是冬紫菜，这个是关键，好。里边的淀粉放少了，淀粉放少不够粘稠，不够有味道。好，加上一颗公鸡蛋，这个时候这明显最少是3个蛋的量啊，最少是3个蛋，让你感觉到满满的紫菜汤的味道，感受到满满的蛋花，满满的这个紫菜，哇塞，就这样的一碗的好感觉，怎么样？绿绿绿绿绿绿啊！人生就是一定要带点绿，就是这样的小感觉，漂亮。完美，完美，主题就是这样的小味道。好，主播，跳起来了，紫菜汤啊，马上为后面这桌客人推荐。好日子，主播，这小感觉好，我觉得尝尝甜的吧，香菜，这你看吧，就这一盘啊，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行，必须满满满满这么一点。哎呀，这小感觉，这小味道，还没有，主播吧。